公园，但是我做了一件蠢事情，就是我昨天归档的时候，我把记忆卡插在我的电脑上面，然后忘记拔出来，所以我现在带的 GoPro 跟四颗电池完全是没有用的。哎，你不用提醒我啊！他还跑回早上还跑回去房间两次，还是没有拿，只拿了一桶回收下来。所以本来是要拍一集的，但是可能今天就拍简单的 vlog 给大家看。那我们先去坐缆车喽。现在在搭缆车。好久没有来这里了，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哎，不对，是前两三年前。哎，我们现在搭第一趟缆车，然后搭到那边要先搭19分钟。对，然后第二趟缆车再搭19分钟到最上面。对，所以总共要搭40分钟。没错，我现在有点怕怕，我的手机掉下去，很害怕，会有网子接住吧？这边是首尔莲子游乐场。哦，下去了，下去了，哦、很害怕哎、欸。我手机的画质真的很好，超棒。如果是用走的话，就会走旁边这个。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列车是大象列车。然后我们总共是买套票，我们是两趟缆车加一趟大象列车。然后我们要上去看动物。他在帮他做标记耶。他叫他不要用他，拉前拉后不可以拉到车闸部哎。你在帮他配音，快点！你当母狮，你当母狮，我当公狮。没了啊！有了，有了！哦，来啊，来啊！还敢来吗？再来啊！上来啊！你来啊！我没有想要动你啊！再上来，咬死你啊！俩行俩好，卖俩就恰杂不？好吧，拜拜。的肉球老虎，你看他的手。可以的了。是的，是的。好的，好的。어엄마가는거지금엄마가는거엄마가는거어디가어디이쪽으로와야지이쪽으로이쪽으로와야지이쪽으로感觉是哦，你看你看你看，香香，가자，많이말려이거，왔다왔다이거，가다왔다가다왔다돼，你看你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好可爱哦，嗯，用熊语跟他说话。轰轰轰！轰轰轰轰轰！你老婆？嗯，对对，阿爸他说。주선이야주선무지얘기한번만받아도될까요可以了，可以了。好귀엽다저위는치열한데얘는아주평온한것같아헐귀엽다귀여워啊，搞笑吧！我们现在呢要去哪里呢？我们现在来到首尔大公园，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樱花道路。但现在没有樱花，没有樱花，是绿色的叶子。嗯。只要进去吗？太近了吧！快动个毛棒！怎么样？动！你好，谁啊？我妈这个。这一只1000块，奶豆狗，很爱运动。买一杯鸡米花，结果下面是可乐。鸡米花是这样啊？桶的没有，原来是一桶。就这样，打野猫咪，这样多少钱？4000块啊，可怜啊。还有不是？高级的是不是？哎，它是七里松的，就是甜甜辣辣。嗯，我们等一下去看大象、大象、河马、长颈鹿、
长颈鹿。大猩猩。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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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没气了，没气了，嗯，馋死了，面包很脆，对啊，等等见，拜拜。你是谁？妈妈，你是谁？我是谁？那个不是吧？不。你穿出来了。它好短，是蛮可爱的啦。来了来了。哦，它有剑龙的那个哎。哇，它有剑龙的那个哎，你有看到吗？它好美哦。可爱嘞，超多的，我觉得一只上来应该其他只也会跟着上来，哦，好可爱哟！哇，来了来了！糖糖糖糖糖糖糖！他来了，嗯，也在这里身上也是。他在回来。它好像是可以让它抓那个爪子的地方，猫抓板。好可爱哟！声音好大！怎么了？打架吗？哇，嘴巴好大哦！두발이나那感觉他就是张嘴的时候也很吃力，对啊，那个肉很垂，他的嘴巴应该很重。他在喷水，可是我看不到他是不是这个，我以为是河马在喷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很像河马在喷水？对啊。他们老爸爸两个小孩子挤开了。对啊。长颈鹿。哦。闻一下他的嘴巴。打架吗？动物园现在看完了，然后现在赶快走出去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玩。我们现在动物园看完了，我们现在去坐大象列车。Go。